小徒弟，今天有没有好好修炼？如果不认真练功的话，就等着被罚吧。嗯，今天表现不错，走，为师带你逛街去。行吗？送你了，以后也要好好修炼。 你好像掉了一个东西，你想套路我？既然如此，我带你去挖个宝吧。走，天色有点晚了，我送你回家吧。玩的开心吗？那明天记得准时上线修炼，我还在梦幻西游网页版等你，我在心府等你组队哦。